而原上地区的天气如何？一起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首先来到屏东狮子牡丹满洲，气温是19到25度。太武来意春日，气温是17到28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只有16度，在雾台高温来到28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气温是10到26度。嘉义阿里山气温是10到24度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只有7度，在仁爱和信义乡。台中和平地区气温是10到23度，要留意日夜温差。苗栗的南庄师坛泰安气温是16到23度。新竹关西尖石五峰气温是10到23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气温是15到23度。宜兰大同南澳气温是13到25度。花莲的新城花莲市吉安气温是21到25度。秀林万荣气温是14到24度。寿丰丰滨气温19到25度。凤林光复瑞穗气温是19到25度。卓溪玉里跟富里最低温只有7度，在卓溪高温来到25度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气温是21到25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最低温14度，在海端高温来到24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气温是19到26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低温只有16度，在金峰高温26度。兰屿地区气温是23到25度。外岛的连江金门澎湖气温是17到23度。